嘉义空军基地伫咧十号开放予全民参观，带来三型主力战机训练空中操演，而且嘛有战斗机的起飞，佮有冲场等等非常精彩表演。包括伫嘉义馆长翁章良、立委蔡益瑜、陈冠廷拢亲自到场来参加。嘉义空军基地十号开放全民参观。开场由三军一队甲乐队来进行开幕，随后由飞行官驾驶金国号战斗机、幻象2000战斗机以及 F-16 战斗机来进行动态操演，向观礼来宾致敬。今天啊，特别到水上的机场，那看我们空军啊，那开放自信之礼。那我们看到幻象2000，还有 F-16，还有我们的金国号战机，那很精彩的表演。那实际上今天来参观的人非常多，那实际上透过国军的开放，然后让大家对我们的国军表示致敬，那他们捍卫台湾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，所以我们特别来这边给他们加油跟鼓励。那尤其看到我们的国军在整个台风或者是地震的时候啊，那可以说都是跟地方政府配合，全力的在救灾，在这边也对国军表示敬意啊。所以国军是保卫我们的家园，捍卫我们的台湾的主权跟我们的自由跟民主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国军表示致敬，为他们加油。馆长翁章良讲，台湾发生天灾的时阵，国军拢会甲地方政府配合，展开行动，全力救灾。唔呐安尼，国军更是肩负守护家园的责任，捍卫台湾的主权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，无受到侵害。希望民众会当继续为国军兄弟来加油。最新新闻内就最上向彩虹报道。这间公司而已啊，系啊，哈，还准你几岁？我几岁？我是客厅啊，我当时吼、喔，就是咧煮啊，啊煮煮的时阵，袂去进火，啊我转伫开灶的客厅，啊那当时的时阵哦，我那听到，只要那从灶开的声，警报器的声，哦，警报器的声，啊我来快，哦，规个顶下面拢火，所以警报器就是阮。关注在户外活动，那实际上都可以洽去我们消防局或是当地的消防队，都会为你做最好的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助警器，我们现在重新再装一个新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重新把它装回去厨房上面，好吧？我们把它装上去，好吧？好嘞，我们装好了以后，你再测试一下，这个排油，来，我们把它装进去。好，这是火灾站最好的东西，好，记得要装好吧，保护一下的安全。